谁啊？走啊，姐姐。不干也得干，今晚你必须给我。同是天涯苦命人，要干你自己干。走，我们不干了，姐养你。哎，真是累昏头了。姐姐，你不会反悔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你放心住下吧。我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最近忙着 Linda 的项目，都没时间去护理头发了。姐姐，我来给你送爱心便当了。哟，就你这样还能找到小白脸接盘？哦，你不知道吧？我们之前还……你什么意思啊？出轨了还有……哎，姐姐看得上我是我的荣幸，真羡慕你啊，把自己吃得白白胖胖的，不像我还得每天健身来讨姐姐欢心。你们，切，成不了大事的恋爱脑而已。你的制作人跟我合作了，别忘了，没得到琳达姐认可的人可是要学狗叫，滚出公司。我看你那么短时间上哪找制作人？制作人而已，我还赢不了一个出轨男。哎，你们在找音乐制作人，我也是这个专业的，可以让我试试吗？好。我赢定了，就定你们的方案了。没想到你们竟然找了 David 做我的新专辑制作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 David 是业界最有名的音乐制作人，想找他合作还排不上号呢。哦，我说之前怎么找不到了，原来是你偷了我们的稿子。什么意思？宁有所不知，他是我前女友，几天前要求复合偷走了稿子，我们这才紧急做了另一个方案的。你说话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？我就是他的证据。David， 你一个小白脸来干什么？小白脸连 David 本人都不认识，还说方案是你做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？忘。期待我们的合作。姐姐，我刚才帅吗？原来你是金牌制作人啊。那你朋友一场就帮我编一曲吧。没空。不干也得干，今晚你必须给我。要干你自己干。原来是这样。爱情的练习题，无论谁接近用真心落笔，是用网流本的翻译秒回你讯息，做你唯一。姐姐，以后别想甩到我了。星光照落在你的眼底，我也顺势跌进你眼睛。我的情书，你不是说帮我给林洛的吗？林洛不收，他说他喜欢的是我。我本来想偷偷处理掉，不让你难过的。好吧。安然，明天有空吗？我想送你个礼物。就你也好意思给林洛递情书？对不起，同学，我喜欢的是隔壁班的周安然。早说嘛，我跟他是室友，我可以给你推他的微信。真的吗？林洛只能是我的。这套裙子好看吗？是林洛送给我的。好看。对不起啊，安然，我忘记你喜欢林洛了。你放心，我还没答应他呢。没事，他不喜欢我又不是你的错。安然，裙子喜欢吗？嗯。怎么了？是我送的裙子不合适吗？送给微微那些合适啊，微微很喜欢。微微。安然，老师有事找你。啊。这裙子。裙子我室友说想试试，我看她穿也挺漂亮的。我觉得你穿会更好看。说完了，我到底哪儿不如你？你偷拍我。我在自拍啊。术后身材已恢复，哥哥们可以继续约我咯，这次可别再不做避孕措施了哦。怎么帅成这样？校医不在，你先趴着，我给你拿药抹抹。嗯。哦，
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在楼梯倒水。哎呀，好痛啊，轻一点。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安然应该约了男生在。这里可是校医室，你们怎么那么不知廉耻啊？微微，你是谁啊？我看不知廉耻的人是你啊，明知道里面在干什么还进来，真扫兴。你在胡说什么？真是希望的人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要出去拿药，我去帮你解释。哎，微微，你手机。周安然，不删吗？我们是孩子爸妈，他的骨髓正好和孩子匹配。行，签了这份协议书，妻子要多注意他的饮食。他的妻子是我。叫爸爸。爸爸。7年前我们分手的时候，我就怀孕了。既然当时怀孕了，为什么不找阿森，非要等到我们结婚之后才这样？当时我已经去外地了，我和他也断了联系。要不是元宝得了白血病，骨髓不匹配，我也不会来找你。阿森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吧，阿森。你这是干嘛？来起来。安然，他毕竟是我的孩子。算了，孩子是无辜的。你放心，等元宝病治好之后，我就送他们走，不会再和他们来往。嗯。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我在忙，明天再陪你哈。阿森。安然，这就是你说的在忙。安然姐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知道元宝病情加重，情绪失控，阿森为了安慰我才。你也知道我爸妈一直想有个孙女，所以很喜欢元宝，微微又是元宝妈妈，你体谅一下吧。阿森呢？周阿姨又来给爸爸送饭了吗？对不起，都怪我身体不好，你不要讨厌我好不好？我怎么会讨厌你呢？你好好休息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把爸爸的牛奶给我喝吗？可以啊。你干什么？元宝对牛奶过敏会死的。妈妈不舒服，身上好痒。对不起啊，是元宝说他想喝的。元宝最讨厌喝牛奶，怎么可能会想喝？你就是故意的。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拼了。我没有，不信你问元宝。够了，能不能别再折腾元宝了？我知道你因为最近我一直在照顾他们，心里膈应，但你不能报复元宝啊，他可是我唯一的孩子。在你眼里我是这样的人啊？行，我们分居，给你们一家三口腾位置。喂，元宝，一会儿周阿姨送饭会带一瓶牛奶，你就说你想喝。不想喝，元宝喝了会难受。听话，这样我们才能和爸爸永远在一起。搬进来的可真快。8岁，7年前我们分手的时候，我就怀孕了。谁让你翻我东西的？元宝在你们分手之前就出生了，他根本就不是阿森的孩子。你为了赶我们走，连病历都能伪造，你是想逼死我们俩吗？行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周安然，你闹过没有？我们离婚吧。